之后啊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我看主公还是那样，不如北渡黄河，向关中逼近，倾城直取长安之势，关中必然震动，唐军必然回防关中，洛阳城围不也就紧了吗？千万千万不可，洛阳危在旦夕，只要过了五牢关，洛阳之围也就解了呀。你不要着急，我已经允诺你了，说是去威胁关中，人家看是害怕走了，背信弃义。我窦建德是那种人吗？夏军既然顿兵在虎牢长达50天，这期间李世民没有闲着，他还断粮大王吴军库，袭击窦建德的粮道，还顺手打了他一个大将，应该是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。我跟随大王，多少也读了一些兵书，也知道围魏救赵这个道理。如果我是窦建德，我不会直接来救援洛阳。那你要？我会带兵去攻打长安，殿下必然会回兵救援，这样洛阳的围自然也就解了。可我想不通，窦建德为什么还是不来？难道他十分有把握？在窦建德的眼里，洛阳比长安更好。这么说，他来洛阳根本就不是为了救王世充，而是要趁机取而代之。对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窦建德靠近洛阳。听到？怪不得殿下每战必胜。兵书读得多了，你就懂了。其实所有的兵书总结起来，就是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打仗之前叫算。哦。把对方敌人的行动算明白，你自己就好行动。那还有一个字是什么？开战了。率遍招军士，赶了1000多匹马，北渡黄河，做了一派放马之草的模样给窦建德的斥候看，还特意留了1000多匹马在河中的土洲上。这样的情形在每天都恨不得伸翅膀飞往洛阳的窦建德看来，是条件草料不够的表现。换句话说，李世民现在手上也就2000多骑兵了，他决定第二天全力攻打虎牢关。可是一大早他就感觉不吉利，原来啊，他列战的地方叫做牛口，他本人姓窦，李敖唱道：攻入牛口势不得久，但是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而唐军看到窦建德大军北临黄河，西接泗水，南入雀山，阵乱足足，顽兵不出，敌乃气衰，阵久足饥，必将自退，退而击之，无往不克。李世民所说的阵和兵法，招其锐，骤其度，募其归，法阵在此直呼内行。他向将士们许诺，到中午时分必定能击破敌军。果然，窦建德的军队从一大早摆开阵势，却不敢进攻。士兵们从早上7点一直站到下午1点，很多人纷纷坐在地上休息，有的则四处抢水，骚动迹象非常明显。是吗？康熙皇帝离宫出走，这可触犯了私房小人的构成罪名。如果被别人掌握，万岁也不再紫禁城政权，那大清朝的历史也随之改变。在宜妃等人的合力下，顺利劝退众皇子。可是，这仅仅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波敌人，后面的敌人更强大。别闹！我跟你说啊，还说那个三德的三公王见不着万岁爷，都吓得尿裤子了，尿裤子了。是吗？当然了。三德自己憋着一口气，正好拿这两个护士好勇加入战争。可刚让人打扮，忽然察觉不对劲，原来两个小太监吓得尿裤子。啊！还有啊，记住了，只死一回，下回再让我听到有谁在背后议论万岁爷，打死勿论。好，张。另一边，太监也正在蠢蠢欲动。如果一旦坐实康熙不在宫内，他就有理由名正言顺的继承皇位。宜妃等人也料定太子会起怒，可他们却懒得立于众人。遗嘱子都来了，苏麻拉跟众位娘娘已经到了众议院的门外了。这样，众娘娘也属于同辈，这个还容易。但是苏麻拉不是在宫中的地位非常尊崇，虽然她只是孝庄的一个贴身丫鬟，但却是康熙最尊敬的。万岁，您能走，我不能走。您瞧着，他们是怎么给您顶着这片天。姑奶奶，众妃娘娘的吉祥。要报就快报，别说我们闯进来的啊。进入庄医院后，贵妃们都乖乖坐下，静静等待苏麻喇姑的到来。面对来势汹汹的众人，宜妃格外小心谨慎。听说你把皇上给关起来了，
对于这种。